我昨天晚上都睡不好了，三点才睡着。他真的太开心了，因为不能开箱，拿掉了这个包膜啊，对，全黑抗金，对，然后上面是华为，有华为的花朵花粉，是，然后对底下是鸿蒙，上面有写有昆仑玻璃，对，哎，这拿起来很轻哎，很轻，哇，全黑的，好亮哦，观众朋友您看一下。这是旧款的，上面清楚的字样、出来了。哎，还有音乐，哎、这个我最熟悉了，因为这个声音就是我的鸿蒙的声音，噔噔噔噔。对，中国台湾，它可以选择一个中国台湾啊，对，通话地区是，然后就说遥遥领先，真的是是。那我还没有把信卡插进去。对不对？太好了！就我收起来。对，就赶快先收好，因为呢，我很怕太心里面太澎湃、太激动，先去帮我。